态了。后排坐垫其实还挺厚实的，但是背呢靠着比较硬，而且它角度不能够调节，其实你会觉得空间感觉还挺好的。你像现在前排到我的驾驶位置之后呢，我腿部还有两拳的距离，头顶上呢还有一拳多的距离，但是它是靠牺牲了坐垫的长度来满足的，所以我觉得坐在后排如果长时间的话应该不会特别舒服。后排扶手可以放下来，两边都能够打开，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储物格，然后它有独立空调。这空调得说一下，因为它是平时是锁上的，那你怎么跟别人描述怎么样去调节这个空调呢？你就要告诉人家说，你看那有一个锁，对，你就点那个锁把那个锁打开，那个锁打不开没关系，旁边让我就把那个锁打开了。60的内饰设计绝对是一股清流，比如说啊，这个座椅非常漂亮啊，缝线很美，摸起来质感也还不错，但是可能是因为我太瘦了，就感觉它是硌着我的，就感觉它这个座椅是不平整的，另外呢两边也没有办法完全包裹住我，而且它的形状好像是往前倾的，是一个半弧形，所以我来调一下，调一下腰托先，按键一应俱全。但是呢你不能一个人瞎，你得看着屏幕先调一下，哦，这是调腰起来了，再调节一下坐垫的长度，好，现在正好适合我这1.8米的大长腿。可以说这辆车是利用了所有能够利用的空间，常规的这些啊都不讲了，在这儿打开还有一个形状不规则的储物槽，我想了很久都没有想到到底什么东西适合放在这儿呢。除了座椅啊，别的地方也是，就看着无欲无求的，可以去跟那个荷尔蒙的名爵 PK 一下，就所有东西都是薄薄的，像是把手啊，中控台上面有点像是轻功戏里面女孩子描的那种眉毛。全液晶仪表盘12.3英寸，很大，显示的信息也很全面，布局我觉得也挺好看。中控屏幕9英寸也不算小，但是现在国产品牌做的屏幕一个比一个大，再加上它旁边出风口比较大，就显得屏幕小了点。为了让这辆车更加的安全，我说的是更加的安全啊，它做了很多努力，比如说中控主页面的字体就比别的大好几个号，然后你再左滑右滑或是往下拉其他页